Project Morgan, give over your trailer. Tell me more about this Urban Zim Open World RPG. Where we can travel the city. Fight monsters and meet the waifus. And traverse like in Spider-Man. 为了让大家感受到都市与自由，我们团队付出了许多努力。我们引入了程序化城市生成技术，它能快速地搭建起整座城市的environment， 加上定制化开发的城市生态系统，完整丰富的都市样貌就呈现在了我们眼前。那么，如何在庞大的都市中高效地移动呢？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思考的问题。摆荡、飞索、游泳。We can swim. 汽车。Oh, and drive. 这套集成了多种运动方式。But why if we can swim? 是我们交出的答卷。有了它，我们就能自由地切换运动方式，自在地穿梭于高楼之间。Okay. 另外，展现生动的都市生活也是我们始终努力的方向。我们将室内场景无缝接入了大地。Now loading screens。方便玩家在闲逛时进入感兴趣的店铺一探究竟。Straight to mini games。加上热闹的室外场景、鲜活的角色演出，还有各种贴近生活的玩法。Mini games like Space Invaders。足不出户就能在游戏世界中体验到有趣的都市生活。You can take the kitty with you. 未来我们将进一步探索都市的多样性和可能性，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说起在都市中的自由探索，我们的设计师提出，如果街道旁的那些物件不仅仅是摆设，而是可以被破坏和利用的，那我们的世界有趣呢？然后我们负责城市生态系统的同学又增加了很多工作，当然这是非常值得的。漫步在代号无限大的街头，你几乎可以与场景中所有物件进行互动。More immersive world. 发生街头恶霸大搞破坏。And it was gameplay wise. 回到童年与猫咪躲猫猫。在这里都可以实现。Pet the kitty。好了，这一次的分享到此结束，感谢大家，期待代号无限大和大家正式见面的那一天。It would be a fun game.